34岁的英国波神乔丹第三度结婚，拥有巨乳的他日前下嫁小他9岁的脱衣舞男凯伦海勒，两人在巴哈马海滨度蜜月大秀恩爱。女生除了仅用双手捧乳外，还不时地被狗仔拍到和男友忘情的搂抱热吻。不料两人结婚后正度蜜月，看 A 片时波神却发现老公和前女友的性爱影片出现在 A 片网站播放。原来她老公除了是脱衣舞男外，也是个业余的 A 片男星，不过她却一点儿也不在意，仍直夸老公很有魅力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